2022年8月4日，在丰岛军演开始的第一天，两张图片在国际网络媒体平台上热传。从第一张图片中可以看到，海面上空一架飞机疑似失控，以机头向下的姿态冲向海面。第二张图片记录的疑似是同一架飞机坠入海中的瞬间，画面中只能看到机尾部分在海面以上。两张图片的配文为：中国解放军演习，两架歼20互撞坠机。这次军事演训中，解放军所使用的武器装备是备受瞩目的，但是是否有歼20战机呢？新闻见证组首先根据这条网传消息的发布时间8月4日和文字信息“解放军演习”开启调查。8月4日晚间19:52，东部战区官方微博账号发布贴文，内容是：东部战区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在这一天的丰岛军演中，配合友邻兵力进行了实战化联合演训。其中提到，出动上百架歼击机、轰炸机等多型战机，执行跨昼夜联合侦察、空中突击、支援掩护等任务。贴文中并没有提到参加演训战机的具体机型，因此我们无从确认歼20当天出动参加了联合演训。而在中国军号官方账号发布的一条微博中提到，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表示，在此次丰岛实战化军事演训中，有中国隐形战机的身影出现，这条信息为歼20实际参训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我觉得现在可能我们要解决两个问题啊，第一，有没有歼20？我们看到东部战区我们的发言人讲到了隐身战机，那么相关的区域有可能我们提到的国产的我们自己装备的隐身战机呢，歼20应该来讲是大家所最熟悉的。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也在这个新闻联播的相关的画面里面其实看到了这个在夜这个画面确实是歼20的，在夜间我们说起降的这个歼20的侧影，这个是我们是可以确定的。我们考虑到整个台海、整个南海实际上是这个周边的国家和地区都很瞩目的区域，在这个区域我们也可以开玩笑说没有太多的秘密。嗯，因此如果说真的出现两架隐身战机出现了一些意外，那么当然我相信会有报道，比如日本的这个 F-35 的相关的情况，包括美国人的一些这个坠机情况。为什么我要报出来？就是你不报，其他国家的雷达卫星看到之后，你不说我会替你说，对对对，而且那个时候你就被动了。那么贴文图片中疑似坠海的飞机到底是不是歼20呢？我们来做个图片分析与对比。从歼20多角度的外形展示可以清晰地看出，歼20细长的身形结合机身中前部的压翼设计与机身后部的三角形主翼，构成了它独有的外观特征。而网传坠机图片中的第一张飞机机翼的大小和位置与歼20的压翼设计有明显的差别。再把第二张图片中坠机飞机的尾部构造与歼20的尾部主翼造型做个对比，也是截然不同的。由此可以认定，网传图片并贴文所说的坠海飞机并不是中国隐形战斗机歼20。那么贴文中的图片是从哪里来的？真的发生了一次可怕的坠机吗？发生的地点又在哪里呢？最终我们在网上找到了一段视频，在视频中我们分别发现了该网传图片的原始出处。这段视频记录下了一次发生在墨西哥著名旅游胜地坎昆的坠机事件，失事飞机为塞斯纳206，一款被广泛应用于小型商业飞行或私人用途的单引擎轻型飞机。